三十克的奶油啦哈，一个塔三十克、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打六百，三十，二十个六百，六百，又多了四个，二十四，七百二。好，我做剩的话让你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带二十四个皮呀、啊，一个皮按用瓦解，三十，二十四的七百二，你就这样说了哈。七百几呀？七百二，七百二来，我们用七百，我上次用七百就够了。哦，啊，起码剩，哦，还有。那边怕奶油。哎，一滴的对了。哎，动物性奶油。这是用的正蛋奶油。对对对，很淡奶油一样。我是讲不一样。我这次牌子不一样，这个是德麦的。哦。牌子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不一样。牌子不一样。对。七百，这间较俗，还是迄种较俗？差不多差十块，差十块，阮去遐买八七，哈，真正买安遮的八七，是哦，嗯，你这吼，多新鲜度，哎，爱放的，对，所以我这先放住，因为冷藏，啊，放一放咧，冷藏就好啊，哈。冷藏就好哦，不能冷冻哦，不能冷冻哦，哈。糖的话是10%，10%，所以是70%，对不对？可是我都在加10%，因为不然会不够甜。好，威廉哈，用80%的。对，先用80%，八十只是一个数字，就是你用奶油的10%。10%的对。嘿，对，哈。啊，你啊，比如讲，你家己爱食较甜的。但是我等下半钟头会甲你会试甜度，我若感觉讲不够甜，你自己再斟酌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蛋糕，做蛋糕先黑，或是白色、绿色、黑色。你是随意加吗？我随意加，加它让它有颜色。我喜欢加到看到粉红色。你可以看哦，等一下奶油打到哦，像棉花哇！你开始一直在那里打了哇，就差不多在煮啦。就袂落，袂落，袂落，吼，袂落就好啊，嘿。然后你可以摸硬度，摸硬度，搁甜度，这样是不是加果酱很香？很香，搁很甜啊。袂足甜的啦，加果酱袂足甜的啦。好啦，哎，足简单嘞。